张强，我系希素，听到留言之后即刻打翻俾我啊！张强你喺边啊？你快啲复翻我啊！几夜都好，你要打翻俾我，我哋一齐商量点样对付K斯。你复翻我电话好唔好？你应承过爹哋要留喺公司噶，我知段录音唔关你事，我唔会俾K斯踢你走。 行远啲，我救你癫，你为咗擅张强伪造段录音嚟屈佢，你系律师嚟噶？你小心啲讲嘢啊！我可以告你诽谤啊！段录音系真定系伪造，唔系由你决定。如果张强真系有讲过啲嘢，就唔系我煽佢，系佢自己攞嚟衰。张强唔系你请噶，你冇资格踢走佢啊！我知张强巴闭系卓继尧重金礼聘请佢翻嚟，佢有特权，咁唔等于佢就系当老人 call 话事啊！佢就可以喺公司打横行。我违反公司嘅守则，俾人踢出公司系佢咎由自取。听日开完会之后，麻烦你同佢执清啲嘢走，我会宽恕佢。我知点解你要咁做，你想公共私仇啊嘛？你老婆同你离婚唔关张强事，系因为佢唔再爱你啊！就算唔关佢事，我都会入去数。由佢入嚟公司第一日，我已经睇佢唔顺眼，今次我要佢死得不明不白。 希素系主席，一日有希素喺度，你都唔能够得逞。佢系公司主席系点啊？喺公司佢唔系最大，唔系最恶，最大最恶嗰个系我，K斯捞。我叫人行，如果边个仲敢企喺度嘅，佢就好似张强咁，死咗唔知咩事。丁九，喂！ 揾到张强未啊？佢都冇开电话。Martha， 你冇办法证明 Casey 嗰段录音系假。Hazel， 其实你冇谂过段录音有机会系真。段录音一定系假噶。爹哋坐监之前同张强有个协议，要去公司睇住我，直到爹哋出嚟为止。酬劳系爹哋公司一成嘅股份，我唔信佢喺呢个时候会违约。 段录音一定系 Casey 伪造出嚟，佢仲嬲紧张强帮佢太太搞离婚，佢想报复啫嘛。其实我同你一样，我都唔信系张强，但我真系谂唔到啲咩办法去推翻 Casey 嗰个所谓嘅证据。头先我喺度谂，就算我哋证明唔到段录音系假嘅，但系听日个会只要过半数人撑张强，咁 Casey 讲咩都冇用啦。 但除咗我同你嗰兩票之外，我諗唔到有第三個人會幫我哋啊！Henry 啊，我想開會之前同你傾下，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我啊？有咩事開完會先講，坐低先。我諗張強趕唔切嚟開會噶啦，唔等啦。尋日我收到一段錄音。 呢一段錄音可以證明我哋公司有一位高層盜取公司機密去謀取個人嘅利益。喺大家決定點樣處理呢件事之前，我想將呢一段錄音播俾大家聽先。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塞車遲咗少少，個會開始咗未？你嚟得啱啊，啱啱到氣慾啫。你叫我走得。 Vivian 嗰边肯用几多钱搭个棚叫我走啊？Vivian 应承过你肯过档，分成会比而家多20个 percent， 不过嚟之前你要帮佢做一件事。我知，佢哋应承咗利益国际要买四行工业啊嘛。我会喺我过嚟之前将泰云集团嘅出价话俾佢哋听，到时候佢哋加多一毫子，成个四行工业就系佢哋噶啦。呢段录音入边个把声系咪你嘅张格？系。 Michael Yip 系咪揾你过档 Kevin Chanko？ 系啊，趁住所有委员在场，俾个机会你解释啊！我唔系好明白我要解释啲咩喎？俾人叫过档系一件好平常嘅事，但系带埋公司嘅机密过档就违反公司嘅守则。
我唔想將個事啊搞到要報警處理。你最好咧就係同大家解釋清楚啊！我都唔知道解釋啲乜。張強，你唔解釋，我就當你默認。而家我同意張強出賣公司機密，我哋係咪應該對佢即時解僱進行表決？贊成嘅請舉手。一票對十票 ，Donald and Co 正式開除張強。我用主席嘅身份推翻今次嘅表決。希素，主席唔係上帝，你一個人唔可以凌駕所有委員嘅決定。張強，而家你有兩條路揀，一就係自願同公司解除所有合約，二將呢件事交俾警方處理。坐翻低先，唔好咁激動。其实你演完戏未啊？我哋你打官司叻啫，原来讲大话都可以讲到七情上面。张强，你讲咩啊？我今日收到一段录音，呢段录音嘅主角系我哋公司嘅高层，原来佢居然可以为咗私人恩怨去屈自己嘅同事。大家听完呢段录音，就会知道成件事嘅真相。我认。我睇張強唔順眼，佢恃住自己係卓 Sir 請翻嚟嘅，就以為自己可以打橫行。係啊，段錄音係我偽造出嚟扇佢嘅，我就要佢死得不明不白，俾人踢出公司。Kiss 啊，我知你嬲我咩㗎？你嬲我幫你老婆做代表律師同你分身家嘛？我以為你仲可以公私分明，唔會怪我添。我覺得就呢件事。各位委員應該馬上去表決，係咪要即時解僱 Case 啦？張強，你一段錄音係假嘅，大家聽得好清楚噶。YT 啊，你冇理由聽唔出呢把聲係邊個噶？丹肯，你跟咗你師傅咁耐，冇理由認唔出呢把聲噶。Case 啊，你咪話呢段錄音係假嘅，你有冇人證啊？有冇物證啊？嗱，我可以話俾你知，我就係人證。我可以證明呢段錄音係偽造。就我秘書去咗揾 Case， 偷偷錄咗佢一段説話，然後我揾咗一個做錄音嘅朋友，將呢段説話重新剪輯過，將佢變成 Case 睇我唔順眼，有心屈我。既然我都可以攞住 Case 嗰幾句説話，將佢改頭換面。咁其他人一樣可以。Case 手頭上嘅我嗰段錄音，相信亦都係用同樣嘅手法偽造出嚟。大家覺得係咪啊 ？Case， 你覺得係咪啊？Double shot latte， skim milk。嗱，如果冇阿 Pat 姐，你琴日冒住生命危險幫我錄 Case 嗰段説話咧，我真係冇機會見到 Case 個樣咧，原來可以黑成咁嘅。Case 咪俾人炒咗啊？咁又未？燉冬菇定係即時停職啊？咁又不至於咁嚴重嘅，但係頭先你唔喺度啫，哇！佢俾我夾到粒聲都冇得出。你唔係啊，張強，你知唔知如果唔係佢殺得切，就我俾人車死咗噶啦？你淨係夾佢兩句。冷靜啲，冷靜啲。嗱，一日我同你仲喺呢間公司咧，一日我仲要同佢鬥，飲啖咖啡，鋸翻啖氣先，嗯？張強，喂，你嚟得啱啊，啱想揾你入房傾。泰雲集團某單 case 啊，我諗我唔方便再 follow 落去啦。我啊查過對手嘅財政狀況。你千祈唔好俾佢攞高個價，點都唔可以超過8000萬。記住，做咩啊？一個人食曬成份 job 嘅分成，邊個開心先啱噶 ？Sorry 啊，頭先我舉咗手。傻啦，九票對兩票又好，十票對一票都好，你唔舉手咪仲煩。之前欠你嘅，啱啱先還翻俾你。
而家又再爭多你一次，我會記住㗎啦。到時我叫你還嗰陣時，你唔好同我手爭。好，你幾時開聲，我幾時還。